对集前是剑烈风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二场赛事四班千百米的路程，暂时显示大热是七。好，你一开闸的时候啊，慢咗闸神州福星喎，喺呢个包尾嘅位置啊，暂时前面快嘅马埋边位置有加州明骏啦，咁外边精彩千里啊，咁再见到第三位嘅马啦，好近嘅黄衫咧，咁啊中档位置就福闪啦，哇，依家走紧四闸啊，原来埋边嘅马走晒上嚟啊，睡眠攻略内栏剑烈风啦，马林中间红衫蓝走一只就黄桃啦，出边黑衫走埋上去就霹雳狂龙啊，咁啊大约跟住个第八位到咧就系金如意啦，内栏浅蓝衫大面裤神州福星啊，中档位。位置咧仲有自然力量啊，后边四只关键时机时胜意响尾三啊，尾二咧就尖子，暂时包尾红眼罩，红衫咧就开心日子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个就一千米嘅段处啊，咁啊加州明骏啊喺埋边啦，外边就霹雳狂龙，咁啊走咗上去啊，跟住个第三位又精彩千里啊，咁啊再见到第四位啦，外边三闸望空咗，福士嚟噶，内栏位置咧咁啊中档咧咁啊仲有黄桃啦，内栏啊剑烈风啦，跟住个第六嘅，再下一层啊嘛，内栏红衫红帽咧就关键时机。就攝咗上去，因為神州福星攞咗出去二搭啊，外邊位置仲有睡眠攻略，後邊五隻金如意都係三搭啊，內欄尾四咧就是勝意，中間自然力量啊，後邊兩隻灰麥尖子、紅眼罩、紅衫等內欄喎，就係嗰只開心日子嚟噶。好啦，入直路嘅時候咧，前面加州明俊仲係一路咧咁啊佔先嘅，咁啊霹靂狂龍外閃啊走咗出去啊，精彩千里外邊上緊嚟啦，咁啊跟住精彩千里後邊分別有黃桃啦，出邊啊福扇啦，內欄咧喘緊上嚟噶嘛，仲有關鍵時機啊追緊。在马林中间仲有神州福星啊，大外档嗰边啊就系呢只开心日子啊，兜到嚟只有二百零米，精彩千里中间透出，埋边有加州明骏啊，关键时机上紧嚟，最出仲有只开心日子，呢几步都几劲啊，接近终点啦，关键时机打搭赢啊，跑第二名外边追上嚟，开心日子，第三名精彩千里，第四名系加州明骏啊，咁啊结果呢只关键时机。都是跑慳了跑啱過那隻十一啦，十一好勁啊！今日衝上嚟嗰隻開心日子都，結果關鍵時機打搭贏，開心日子第二，精彩千里第三，加州明俊跑第四。有關鍵時機啊，莫雷拉咪幫呢匹馬贏多場啦，臨尾啦六點一倍啊，跑第二名咧就係十一嘅開心日子啊，波件事啊，第三名五號嘅精彩千里啊，梁家俊第四名十號加州明俊啊，田大安。莫雷拉今日第一 win 啊！关键时机打搭赢马，又摄得几好喎，真系啊！咁啊，转翻喺中内档上嚟嘅。打搭贏啦，關鍵時機，結果季初季中一大輪嘅兜轉，呢支時候咧就同你嘔翻曬出嚟啦。咁啊，六十一個半贏嘅，咁啊起步都攝得好好啊，莫雷拉去到個尾四位置走到個二搭，咁啊前邊位置咧，咁啊啲馬唔夠快，結果都係加州明俊放啦，咁啊精彩千里跟住佢，最出邊就尖子就唔上唔落嘅呢啲位，咁啊中路位置就搶口啦，金如意、睡眠攻略啦、黃桃啦、內欄就劍烈風，咁啊走外搭嘅嗰只福扇啊都幾慘啊，沿路俾人咁樣頂啊，又望空跑啦，咁啊後邊嗰扎馬啦就見到自然力量啦、落飛嘅神州福星啦，尾四位置就係關鍵時機啦，咁尾三。
三喎，是勝二尾三喎，跟住就尖子啊，包咗尾就開心日子。咁啊，依場步速都正常嘅，咁啊頭三段就更加快咗成七線添，咁啊去第四段就慢翻啲。咁啊拉雲都屬於偏快步速嘅賽事，咁啊所以後邊個堆咧都唔蝕底㗎嚇。咁啊頭馬咧就依家喺尾五，咁啊後邊嗰只沈日成嗰只咧都仲喺尾二或者開心日子啊。因為步速夠快啦，我所以都有得追下嘅依場。咁啊，全面加咗名將，雖然放得順，咁啊，但係依排又好似成日翻嚟都散散地嘅。咁啊，後邊嗰堆咁啊，青菜千里啊，今日就唔夠對手快，咁啊，咬住個黃金包三位都唔差，咁啊，翻嚟騎到仲係幾銀下㗎。咁啊，判定啊真係麻麻地啦。咁啊，早段就係咁刻意俾人頂，咁啊，結果蝕唔到啊，沿途望空三碟。咁啊，翻嚟騎落去就反應麻麻地。咁啊，掟出去大浪追咧，就以開心日子最勁嘅紅色眼罩一隻。咁啊，隔離嗰啲尖子咧又唔係好多，咁啊，睡眠功率又係咁上下，咁啊，中間神州福星喺度揾緊位，咁啊，二百都有啲擠咗嘅，咁啊，關鍵時機而出嚟，咁啊，頭先都見佢一直打一直咁樣蹦一蹦嘅。第二場啦，都福榜完畢，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派彩二搭十一派155元，二搭五派116.5元，五搭十一派287元。组合独赢三拣一啦，胜出系 A 二嘅隔夜半热门派27元。四连环二号、五号、十号、十一号派6095元。跟住四重彩啦，二号、十一号、五号、十号顺序派103957元。第一号孖宝啦，头关九号尾关二号啦，派746元。头关九号尾关十一号咧，安慰奖派201元。分段時間頭段13秒85，第二段22秒09，第三段23秒56，第四段24秒32，末段23秒62，總時間1分47秒44。